儿吹，花儿俏，新郎新娘开口笑。今天我们迎来了一对新人，肖旭先生、古筝小姐新婚庆典仪式，让我们响起最最幸福的掌声，最最热烈的掌声，祝福一对新人好吗 ？Music， 有请一对新人入场。我们在那个新郎裤子拉链的拉一下吧。新郎，怪了。新郎，来那个新郎新娘，我们站那当间吗？这个时候我演的是一个牧师的角色啊。请问新郎肖旭先生，你愿意娶你面前的这位古筝小姐做你的合法妻子，并守护你一生吗？我愿意。好，祝福他们。请问古筝小姐，你愿意嫁给你面前这位肖旭先生做他的合法妻子，并守护他一生吗？这位先生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您继续。请问古筝小姐，你愿意嫁给你面前这位肖旭先生做他的合法妻子，并守护他一生吗？没事啊。古筝小姐，请问你愿意嫁给面前这位肖旭先生做他的合法妻子，并守护他一生吗？肖旭，难道你忘了30年前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？这是什么？干什么呀？这两位先生，你有事儿吗？愉悦的心情，喜庆的气氛啊！掌声！请问古筝小姐，你愿意嫁给你面前这位肖旭先生做他的？华然，华然，你见到华然了吗？你见到华然了吗？请问古筝小姐，你愿意嫁给肖旭先生作为他的合法妻子，并守护他一生吗？我在这儿。请问古筝小姐，你愿不愿意嫁给肖旭先生作为他的合法妻子？请问古筝小姐，你愿意嫁给肖旭作为他的合法妻子，并守护他一生吗？请问有人刚才看到一个跟我长得一样的人拿着一把剑走了吗？有。师妹，我会把剑追回来。请问古筝小姐，你愿意嫁给肖旭先生做他的合法妻子，并守护他一生吗？拿剑的人往那边跑了。
愿意嫁给我吗？你就因为我长得丑，你就不嫁给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零一魂大拔。师妹，师妹，我在家，师妹，师妹。哎，灵一魂大拔，师妹，师妹，我在家，师妹，师妹。哎，亲爱的，你愿意？